家好啊，我现在是在洛杉矶，给大家介绍一家泰国菜啊，那种是你绝对不能错过，如果你在洛杉矶一定要过来吃，吃了绝对不会后悔的泰菜啊，我们走啊，就是这里啊。Noli Thai， 大家有吃过 Love to Eat 就知道 ，Love to Eat 呢是跟这家餐厅是一样的老板，一样的厨师啊。那个 Love to Eat 呢是有三年的米其林推荐啊，这是分店啊，我们去看。分一般，是老板也是厨师啊，那这就是店里面啊，进来看。好的，现在菜已经上来了，这个是冬阴功啊，来看，超大的虾啊，我们来试一下啊。诺丽泰的话是纯正的泰国餐厅啊，我跟你说啊，跟泰国比的话有过之而无不及啊，超好吃。大家看哦，这个新鲜的大虾哦，超大只的。而且呢，泰式的这种茶都有啊，泰国奶茶，酸甜的可以加。然后这个是泰式的咖喱啊、新鲜的咖喱啊、超好吃，超好吃。而且如果在这边的话，它的量会比较大哦。虽然说价钱的话跟泰国那肯定不能比，对吧？但它的量是超大的，你看。而且这边的话，很多泰国的明星过来吃啊。我们有两家店，一家是 Love to Eat Thai Bistro 啊，我把地址放在屏幕下端了。这家呢是 Noli Thai， 地址我也会放在屏幕的下端啊。在美国啊，吃的都是美国菜，美国菜的话就比较腻嘛。如果你想吃酸酸辣辣的啊，泰式风味的话，一定要来这里啊。这个是罗勒叶炒那个猪肉末啊，其实在国外的话你很难找到这个罗勒叶啊，那我们这边呢是有自己种啊，也有从那边高价买过来的啊。大家来过欧洲或者美国都知道，一般他们都是用九层塔来代替这个罗勒叶啊，但这个是真正的罗勒叶啊。看看，试一下这个罗勒叶炒猪肉末啊，老实说我也是第一次过来吃啊，但是呢，我家里他们来过好多次啊，他们跟我说啊，在这边的泰菜比泰国的还要好吃，我是不相信啊，但是我这次尝了以后呢，确实是这么回事啊，因为这边的食材哈、会比较质量会比较好。来来来，我点菜了。阿来吗？阿来吗？阿来，就是。超好吃。好。阿来阿来。真的真的真的，如果十分的话，我给九分。So good。加油。没有多少人啊，但是呢位置是已经都被预定走了的，现在已经满了啊，是素的，超好吃，真的，我感觉如果我在这边待一个月啊，我大概会重5公斤。这店里没人，有没有食物？
怪不得大家都说洛杉矶是美食天堂。我跟大家说啊，是这个罗勒叶肠，这个猪肉末啊，一定要配这个荷包蛋，会更上一层楼。对啊，我喜欢这种不太熟的糖心荷包蛋。得我来吗？太爽了！哇，又有新菜来了。这个是黄咖喱啊，马萨满黄咖喱啊，试一下啊，是鸡肉，你可以放鸡肉啊，也可以放牛肉啊，再看里面有各种的蔬菜，胡萝卜啊，有土豆，有洋葱啊，然后再加肉，再加这个黄黄的黄咖喱啊。咖喱鸡肉，咖喱味啊，很香，然后它很浓啊，它不会像印度菜的咖喱味那么的浓嘛，但是它是香浓型啊，里面还有花生，哇，这个是 Nambok Komu Yang 啊，泰文，中文就是这个猪脖子肉沙拉啊，泰式沙拉啊，它就是酸辣的，大家看。这呢也是我超喜欢的一道泰国菜啊，你可以跟白米饭吃，也可以跟那个糯米饭一起吃啊，它就是一条一条的猪脖子肉啊。泰式风味啊，酸甜辣啊，这是微微的甜啊，全部在这道菜里面体现出来了。好吗？好了没看到？好了，又是笋嘞。好吗？好了，我们又吃了。我最爱的泰国菜啊，青木瓜沙拉，你知道吗？我第一年来泰国的时候啊，我这个一共吃了大概每天吃了一个月，但是那种不放辣椒的。因为我那个时候不会吃辣椒。Oh my god！ 青木瓜沙拉里面啊有放西红柿，这个是豆啊，然后有胡萝卜啊，放进去更漂亮啊。然后有泰国的这种茄子，圆茄子啊，然后还有这个柠檬啊，我来试一下。他帮他们一下，他没空干。茶呢？他还写个毛不了。这茶我帮他没空干。清新啊，柠檬的香跟柠檬的酸，然后蔬菜的这个脆啊，全部都体现出来了。有些人他做这个青木瓜沙拉，他就是用那个木棍去敲它，太软的话就不好吃。要这种脆脆的。太露骨了，你还能说吗？这个真的好吃，真的好吃，太爽了。我太不冷，我太冷，我今天还没过来过来给你买肉，来一下，你。不能上呗。老老一个姐，老一个。老女人，老。You have to try one. 没得我，没得我，太差了。我都来了，看病，我都来。完了。要胖死了。好了吗？这一道呢是柠檬炸鸡块啊，这边是炸的菜啊。啊，你拍过来看啊。这个是，
蔬菜啊，蔬菜炸的，叫那个芥蓝菜啊，芥蓝菜的叶子炸出来的，然后上面放这些柠檬片啊，然后下面是炸鸡块啊，炸鸡块加上这个酱汁黄黄的啊，哇，我们来试一下。好的。炸鸡块来看。鸡块啊，外面是超脆的，已经炸到那种很脆很脆的金黄色啊，还有这个芥蓝也是很脆的，然后酱料的是甜甜酸酸，再加上那个柠檬啊，超好吃，真的，每个人都说比泰国还要好吃。干泡一点啊，龙，没变白干泡，泰国那边，但是它，味道和口感，它就没那么海嘛，但是它，它能够过得来，但是我们比较。如果你在洛杉矶啊，你不来这你就错过了啊！我跟你说，可以去谷歌里面搜一下这家店，或者整个 Put It Type is True， 很多人在下面留言啊，真的是很好吃。好了没？好了。Charlie, how's the food? 好了吗 ？So good. Coffee, 好了没？ที่สุดแล้ว Chef, ขอบคุณครับค่ะแวะมากินกันนะค่ะทุกคนต้องมาลองทุกคนต้องมาลองจะอีกที่อะไรเชื่อ No retry 我把地址放在下面啊大家看现在已经满了大家都满了已经坐满了甜品是这样这个是芒果糯米饭啊那这个是什么呢冰淇淋椰子冰淇淋啊我们全部加在一起啊上面是椰浆啊这个呢是糯米饭，但是加那个香料啊，泰国的一种那叫安餐呢、啊，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加一点这个，来点冰淇淋。太好吃了，好吗？เดี๋ยวเรากินด้วยเรากินด้วยไม่ต้องกินจะกินคนเดียวไม่ต้องกินเอามาไม่แบ่งแล้วต้องกินคนเดียวเฮ้ยเฮ้ยเราขอกินด้วยดิไม่เอามาไม่ต้อง这是这里种的辣椒啊对这个是自己种的这个罗勒叶啊นี่นี่ใบมะกรูดพี่เฟิร์นพี่ปา是厨师呢也是老板啊No, no, no.